哎，好的，那我们开始这个《刺客信条三》，这个解说的第二期节目。哎，这一期呢，我是改换用那个三公主的版本了啊，是那个，不过依旧是这个繁体中文的，港版。这个盘我是自己没有买啦，也是问别人这样借来的。哎，上一期呢，我们是说到那个。说到哪来着，隔了一段时间想不起来了啊，就是海尔森的这个受命，哎，要前往这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这已经是在海上行驶了两天了。然后在那个时代吧，应该1770年的话，应该还是大航海时代。那时候，哎，西方发达的交通工具的话，并不是汽车，而是这个船。那时候去从英国到美国的话，还真的是挺麻烦的。航海时间也是要用3月左右时间吧，70多天嘛。70多天的话，3月不到。2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好，我们现在就是可以在这个船舱之内呢自由活动一下，因为在这个书桌前是吧，用功时间长的话也是要出来这个放松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先去那个，就是在这个右下角左下角地图上有一个像 WiFi 一样的那种标志，其实是一个雷达信号了。哎，走到那边，然后可以跟人对话，进行一个互动。Good to see I'm not the only man of means aboard. Rupert Martin, pleased to meet you. Haytham Kenway, pleasure. Seems we picked an excellent time to leave the city. Oh. You didn't hear about the murder at the Opera House? No.哎，其实这边的话呢，就是讲一下我们在那个伦敦发生，不是伦敦，就是在英国发生的那个谋杀案。我们走人之后呢，还是很轰动啊，闹得沸沸扬扬的。好，我们可以上来去见一下这个船长 ，Captain。船长也是叫 Captain。这边的话，对话的话，我是不小心把它按掉了。Of course, have I ever led you astray? Nah. 甲板上面的三个人，哎，找我们的茶。My friend, you'll see. Well, well, seems our esteemed guest has deigned to grace us with his presence. You might want to head back to your quarters. Top deck's no place for tender Parnell. 这种对话的地方，我尽量是看他不说话。Fancy yourself a joker, eh?好，现在呢就是要准备就开打了。这其实是一个教学的那个关卡，按这个圈圈键就可以反击。哎，其实就是格挡三次之后呢，哎，这关就可以过去。其实，哎，上面也是有提示的。可以根据这个提示来就可以，然后按这个方块键就是攻击敌人。然后这边的话，当敌人对你要发动攻击的时候呢，它也是会有个提示，就是你头上会有个红色标记的三角形，然后你就可以做好这个防御的准备。这边也是一样，哎，对，格挡之后的话，你就可以不停地按方块键进行这个反击了。We're ready to go again if you are. This is unwise. Why is that? 这家伙应该是。You think I'm afraid of you? No. 啊，还没有掏家伙，还是空手肉搏这样。其实就是这三个小喽啰看我们这个海尔森，他是那个。Do you?是那个，哎，英国贵族嘛，然后穿的也是比较的优雅，不像他们这样破破烂烂，然后就不爽，所以就找茬。
抄家伙啦，抄家伙也没关系，一样用圈圈键格挡之后再用那个插件进行这个来缴械他的武器，然后把这个团长给引出来了。How about you pass the time by doing your goddamn jobs instead? I wasn't aware I was paying you to loll about. 嗯，刺客信条三的这个剧情这一块还是做的挺有那个代入感、故事性在里面。There's your knife back. 这个海尔斯，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就是这样。I don't care for you, Mr. Kenway. 因为是英国贵族嘛，所以这个可以怎么说呢？不可以太那个，太泼辣、太嚣张嘛。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卑躬屈膝。应该说不可以不卑不亢，他是做的最好的。Oh, this is rich. I suspect some of the men intend to mutiny.Really? What a surprise! As I cannot trust any of them, 这个地方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看，他俩的对话还是蛮有意思的。And why should I help you? 船长表示很无奈。Because if they do intend to betray, I'm the only hope you have of reaching America. 他们做了一下交易。Well, 我保你命到美国，然后你呢帮我把这个船上的这个事情处理好。Thank you. 维持一下秩序。But let me be clear.Should you ever dare to insult or threaten me again, I'll not hesitate but to cut off your head myself. Are we understood? Excellent. 这个反客为主啊。Good day. 好，返回我们的那个房间，这样子的话一天的这个事情也就结束了，还挺快的嘛。是在找这个就是互动的那个家伙在哪里，后来我反应过来应该是在下面，对，在甲板啊，不是在甲板，在船舱之内了。哎，然后地图上的话还有一个是那个旗子，哎，不是旗子，骰子的一个记号，那地方的话就是进行一场游戏，这个游戏的话是罗马时代的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棋子，对，棋子游戏嘛，反正那个我也没时间去玩，兴趣也不大。这个话大家可以到时候百度搜索一下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轮明月啊，我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28天了。Mr. Kenway. Captain. Whatever they're up to, I believe it's coming to a head. I'd best get to work. 船长又开始担心他的这个船员不给力啊，不配合他。这司的管理能力很成问题啊。不过最后稍后的话就会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去进行一个调查。哦，这两个就是刚才跟我们打下的。可以看到那个有些人物身上它是会有那个像蜘蛛丝一样的那个白白的那种线条在那边，其实那种线条的话就是是一个标记啦。哎，这样方便你这个去发现。
所以我们到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这种蜘蛛丝的地方。Where are my manners? Louis Mills, pleased to meet you. Ethan Kenway. So, should I be watching my back? 在船上认识了一个友好的家伙。They're normally not so nasty. Honest, it's just the past few crossings have been a bit rough. Oh? Captain's trying to cut costs, reduce rations, lower wages, more dangerous cargo. It's put the crew on edge. Is there cause for concern, then? Not if I can help it. But the captain needs to think about the way he treats his men. Hey, 他们好像是在跳一种英国的一种民族舞蹈，应该是苏格兰的类似七彩舞一样的吧，哎，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也是在影片里面有事没事的会看到。其实想想也是一群这个基佬是吧，待在船上将近三月时间，连个妹子都没有，也挺无聊的，觉得他们的这个生活。You want information? So he 很有可能没事找事儿，是吧？造一下反，这样也说不定。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探查。哎，这一回的话，他那个就是次要目标也是会标注出来，然后你完成了以后，次要目标就会变成这个哎蓝色。Bird doctor, if you have a moment. Have you? 那说这个。Nothing like that. 提示的话，还是就是一目了然的，难理解。Complaints or grievances? Men taking issue with the captain or the passengers? You sound just like James. Like I told him, I've been much too busy with my research to notice anything not work-related. 这个好像是那个医生。The galley's your best bet. 医生让我们去厨房找那个保丁。庖丁应该是对。庖丁其实就是厨师。这个我这个视频录的时候，貌似这个显示器的这个亮度又没有调好，这边看起来挺暗的。Hi. 哦，这个家伙前面我们那个，前面我们在他的面前晃荡。I was hoping you could answer some questions. 这个家伙好像是一个黑人吧？不是那个，很有可能是黑奴这种这样的黑奴后裔。Have you seen or heard anything out of the ordinary since we left port?Anything that gives cause for concern. Some of the men have been gathering at night on the upper deck. 海尔森其实还是区别于一般的这个英国人。一般的英国人，特别是像这种白色的这个肤色的，就是会特别种族歧视，好像。但他的话还是对任何肤色都蛮友好的。Mills has been trying to talk him down, but there's only so much one man can do.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因为他是要完成他的报复他的大业，所以他如果有那个哎种族歧视这一点他不能抛开的话，肯定就成就不了大事了。好，我们要到这个船尾去寻找线索。其实这边可以用跑啊，我想这个反正又不是什么紧急状况，慢慢走好了。其实也是玩刺客信条系列的一个习惯了，就是因为跑动的太厉害的话，总是会觉得周围有什么哎人在盯着我们，所以我们动静还是要小一点。Calm and quiet, just the way I like it. 风平浪静，哎，在大西洋上的话是会有那个冰山的，所以不能被它表面的风平浪静所欺骗了。Take care where you tread. 当心一点。The deck hides all manner of danger in the dark. 哎，这个时候听到好像船尾出什么声音。过去看一下。Someone's throwing cargo overboard. But why? 我们把货物扔下了水。对，为什么？严姐啊。调查一下甲板下沉的这个噪音。哎，我们可以听到。哎，可以听到有这个声音啊。哎，不知名的。
好像就在我们这个下方传出来说我们要到这个下沉的甲板，下沉的这个船舱。Okay, 我们只要朝着那个地图上所标识的这个绿色的区块往那边走就可以了，并且利用下这个鹰眼。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屏幕上出现了一个之前这个刺客信条里面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标记，这个就是此次这个新增的一个要素，就是咱们可以当一下福尔摩斯啦，分析线索的一个放大镜的标记。Curious. Most curious. 非常奇怪，奇怪什么呢？其实我还是没有发现有什么好奇怪的，就是不懂他为什么通过这个刚刚那一个线索就可以推敲出，觉得很奇怪。好，我们已经在这个好吧大西洋上漂流了一个月零三天。但也不一定啊，如果说是大月的话就是31天。反正就一个多月时间了，还要继续漂啊漂啊漂。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这个航行还算顺利，因为没有遇到冰山以及这个暴风雨天气。每晚都一样。Maybe James or Mills. Why are they doing this? Near as I can tell, the barrels serve as markers. They're leaving a trail. My fear is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hoever's following it. 我现在明白他奇怪的就是每晚都会有人做同样的事情。Beat to quarters, men.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发现有人要偷袭我们。警告的炮击，也就是说并不是想要击沉我们，而是想要登船，强行登船。这里他们两人又开始其实就海尔森在别人眼里呢总是像文弱书生一样被保护的对象，但海尔森他表示爷是个男人是吧，不能老是把我当那个懦夫一样来看。 Have you been topside? A ship's appeared and means to board us. It's strange. 好，我们还是听从了命令下了这个船舱。 Ah, but it does seem itDid you think you could escape from London so easily after what you did at the opera? That we wouldn't notice? That we wouldn't follow? So that's what this is about. 对了，这是这个我们曾以为友好的伙伴，结果原来是来追杀自己。Are you sure this is how you want to play it?他们俩之间这个决斗还挺那个，哦，公平，为了公平起见嘛，那两人都手持这个武器来一场决斗，这个是典型的这个欧洲人这个处，欧洲男人之间处理事情的一个惯用的这个伎俩，惯用的办法。有多少亡灵是死在这个决斗之下的？这边的话，一上来我被他那个砍了一剑，砍了一刀。然后就是我的那个了，我的表演时间了，基本上他就没什么攻击我的机会。加上拿起剑那一刻，关键还是注意那个多利用一下反击啦。对，然后可以利用一下附近的一些这个那个木桶啊，瓶瓶罐罐这些都可以，对他造成一定的这个损伤。他一出这个三角形，咱们就可以去格挡。
哦，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要说一下，就是打一打完了，结果不小心掉到水下了，真郁闷死了。哎，这边我也没剪掉，因为感觉剪掉没这必要嘛，是吧？做那种欺骗群众的事情是吧？主要也是因为刚那个显示器啊，就是没把它调得很亮，然后那个地方我是根本就没看清楚，等掉下去以后才自己都莫名其妙了一下，哎，怎么会失去同步的？然后这场战斗的话，它那个。反正也不难啦，这个掌握这个要领就可以了，多用一下这些技巧就可以了。好，我就不走动了，砍完他之后我就不走动了，怕等会又掉下去。I told you to stay below decks. I did as you asked. Only Mills was there waiting for me.哎，就刚刚那场决斗的话，就有一点不好，就是他那个视角啊，那好像就是那个卡在那个地方，哎，拉不远。Is that so? You'll catch us anyway. There's nothing to be done. I can think of something. You wish us to sail into the storm. 什么想法呢？ It's our only chance. 哦，要迎着这个暴风雨前进。这是一个很玩命的决定。All right, all right. 我发觉这两人真是激情四射，有趣的地方，真的有趣的桥段还是不少的。哎，当天这个稍晚的时候，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呢就是又要尝试一个新颖的这个操作了，就是前面几代都没有过的。一个新的体验，就是那个在船上进行一些这个行动，比如说去那个，其实说白了就是让你回到那个航海时代嘛。我觉得这个暴风雨做的不错，比较的那个逼真呐，特别那个闪电闪闪的时候。这里我们不要用走了，还是用跑的。应该没有倒数计时的，对，但是还是反正这么紧急的状况，还是用跑比较好。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高喊那个劳动号子啊，高歌一曲，这样会比较好。好，这边这个绳子又散了，我们得把它绑紧。这边下去。那时候船只的话，它这个原理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现在基本上是，用电力，然后蒸汽这样。那时候的船的话，真的就是靠风力了，就是翻嘛。这边的话，哎，我们应该上去。这里我放二了，可以绕到边上去，对，从这边上去就好上了嘛。好吧，说实话，那个以前玩的话都是用那个360的手柄玩的嘛，已经非常习惯用那种手柄大大的，然后现在用 Sony 的这个小手柄，相对来讲比较小，就是会操作上有的时候还是会手残一下，对。这个其实我一上来就应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玩这个的话也是第一次用这个主机，然后第一次用这个双点手柄，手感上其实还没有试。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好惊险，被这个雷给劈到了。然后，哎，我们之前那个，一个也是船员，而且我们还跟他面谈过的，对，
救人一命是呢，西西弗图啊要在这个30秒之内赶到他这边把他救下来。其实这个游戏真正的难度是从康纳开始，海尔森的话还好，他几个篇章还行，不是很难。我觉得真正难是从康纳开始。哎，这一代的话一共是12个篇章，哦，比二代是好很多。二代我记得 PC 版的话是14个篇章。好，第72天。看到了这个太阳，终于是都渡过去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好，要上去建船。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像这样航海的话，那个就是这些水手船员啊，是非常容易生这种怪异的这种疾病的。哎，而且很多都是这种传染病啊，就是这种瘟疫啊、疫症之类的。所以刚刚那个船上也有一个专门负责研究的这个医生在。Make ready for our arrival, men. Arrival? I see no land, only this interminable fog. 对那时候的一些历史还是蛮感兴趣的。觉得都不容易点过来。好了，我们可以上这个瞭望台了。这个也是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啊，在船只上面瞭望。还没到，还要再上。这个时候隐约的已经听到那个哎主题曲响起了。哈，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才是切入正题呀，啊，比这个这个刺客信条 logo 就出来了，也就是说好戏正式开始上演了，往新世界之旅完成。好，那这样我们这一期呢也就是先告一段落，下期再见了。